队的引导下，民进党提名立委候选人张国兴，由民进党南投县内公职甲民意代表陪伴，进入竞选服务处成立会场，现场旗海飘扬，当选声四起。正旗来受咱的主任委员，咱的廖志祥主任委员，我来旗啊，大家我来共同来个一起。张国兴当选。民进党籍南投县议员廖志祥担任张国兴玻璃竞选服务处主任，由张国兴亲自受正旗，希望伫玻璃镇这个国民党籍立委候选人马文君的大本营，会当开出真好的票数。因为我是草屯人，所以对埔里的关心、服务还有建设方面，是不是会没有办法做得很好？那我在这里可以跟乡亲报告，我参选有这种精神来勤跑埔里，我相信说我当选之后，我会用同样的精神来服务埔里的乡亲。张国兴埔里竞选服务处成立，虽然无民进党来天王级人物前来助阵，但嘛邀请到知名闽籍地方议员来助讲，伊的莅临嘛引起现场支持者热烈回响，签名合影的人潮不断，风头完全未输候选人本人。虽然一般认为 OK 选立委选情，国民党籍的马文君比较较占优势，不过地方已指出，台湾正伫改变，大家对张国兴的选择唔免伤过悲观。绝对会改变，为什么？因为上无可能的林佑昌调无，林志坚有调无，我即马安尼咧行，我知影黄国昌可能会调。虽然过去唔捌摕过四成的选票，好，因为全台湾拢总咧改变。我也很努力的勤走基层啊，我走遍选区的每一个角落啊，跟每一个选民认识啊，倾听大家的心声。那因为我的努力，我的选情已经慢慢的加温。很多人说现在选情已经是在五五波阶段。张国兴强调，参选以来已勤走基层，未来如果当选，会用同款的心来服务乡亲。嘛，呼吁玻璃顶面给伊一个机会，伊会做一个有声音的好立委。记者王昭雄采访报道。